把三观不正的话怼回去。我怎么开一个玩笑你就生气了？那我怎么捅你一刀你就受伤了？女孩子这么高的学历干什么？最后也不是要结婚生孩子。怎么了？学历高影响生小孩啊？他为什么欺负你就不欺负别人？他怎么就欺负我？你不问他你问我？你对一只狗都那么好，你对你的爸妈有那么好吗？你对我和狗那么关心，你对你爸妈有那么关心吗？天啊，我好久没有讲这句话了。一天学一点，约你离成功更近一点。